你跟梅医师认识吗？什么医师？梅香雅。梅医师我不认识，哎，但是我听过他的大名了，因为我有参加，不是清静小站，他们有寄东西给我，所以我看到很多他的讯息，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本人。你有 LINE 吗？啊？你是电脑边上跟？有啊，我有 LINE 啊。就上刘老师的那个。群组里面啊，真的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等一下帮我弄。我都分享我们身体的很多开关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很有效。好，那等一下帮我弄一下，因为我叫金老师帮你。好好，金老师，等一下帮我弄一下。那我9月8号我会在世贸一馆国际会议厅第5会议室。讲那个开关理论哦，真的第一次跟外面讲这个真正的主题。那可以录影吗？可以去做录影报道？我问主办单位，你帮我问呢。因为我是做那个能量医学会邀请我去演讲，是是是，因为他中华民国能量医学会他认为最能代表终结的就是结真道，是是是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那我们有幸啊。我下礼拜一我在那个公馆。公馆。就是由我来讲。哦。读书会啊。哦，是吗？你有参加吗？我好像没有。真相输赢会。我知道有真相这个，但是我没有。下礼拜一。几点？7点，然后晚上7点。晚上七点。哦，好好好。正好。我会把。这个，因为我早上做完中风，这个第二个，我回到新店，又有一个在等我。哦，是是是。那我会把一些概念啊讲给家属。哦，是。所以你那个真相读书会有很多家属来。我不清楚，但是、哦、但是我有这样写啊。哦，这样。我希望说，不只是中风啊。是是，就是很多都可以来了解一下。是，你可以把你那个文稿给我吗？我也许可以放在我的网站上。等下金老师那边都有。金老师，麻烦你传给我，我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。那个可以做录影吗？录影他在录影。不是，他是他的录影，我是我的录影，我放我的网站上啊，跟他。他有录影啊。他会放在网站，你有放在网站上吗、啊？他放光碟、啊。没有放网。也可以现场可以录。OK， 那我就去。因为我觉得，我常常因为我是环境记者，我常常跟这些，我常常跟这些社运人说，你放在溪堤里面，流通量太差了嘛。那只有认同你这个的人才会来跟你要。啊，要了以后他带回去也不一定会看。对，可是我如果放在，我再看小一点喽，再小一点呢、啊，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。对对对，不是，因为他不是你，他不是你，第一次哎，你要以这个患者的感觉为感觉，而不是你的感觉为感觉。我已经学会这件事了。应该是说。治病如亲，是，不是因为之前我们，不是因为当他不舒服的时候，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对了嘛，那、你就放小一点，以后再慢慢增加，以后再慢慢增加，对，就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就是我们帮他洗澡，结果洗澡他就哀嚎得很大声。我就去，我后来受不了，我就去问护士，叫护士来一看，说你的水温太高了。我说这怎么会太高？他说你又不是他，就是说我们要以洗澡的人，他觉得热了就是热了，而不是帮他洗澡的人觉得这个水热不热。所以我们把水温调低了以后，他洗澡就很容易洗了。
而且我一开始帮他泡脚，我帮他泡脚也是，泡脚的时候呢，原来水温稍微高一点他就不舒服了，然后我就用低的，然后慢慢慢慢，他这个水温就可以慢慢提高，因为他适应了水温就可以提高了。妈妈，妈妈，要帮你做那个，帮你把脚哦弄好，可以走路哦，好不好？要不要走路？要不要走路？妈妈要不要走路？啊、哦，哦，你以前有没有中风的病人？那九十几岁的也有没有做过？是不是他们也是会这样的不舒服？他们会踢我们。他们会踢你们？哦。那个年轻的病人呢？啊。哇，叫的哇哇的。啊，这样。但是最后把他治好了，他现在又跑又跳。啊，是。嗯、几岁？我知道，很小很小很小了，妈妈很小了，她是很小的啊，对对，但真是最小，你很年轻的啊，您刚说的是病人是几岁？他耳朵耳朵比较重，他说他耳背了，你要当了别再离婚啊。嗨，你好，我们在做那个啊、这叫能量医，这叫能量医学吧，这叫什么医学？能量医学啊。哎，他们是那个中医，哎，没听过，嗯，哎呀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更新嘛，是吧？不是，那衣服怎么是更新？我买这个夏天看起来比较凉快一点。哦，不是更新了。不是、哎，我以为是更新的，更新在我家隔壁。哦，更新我们家老二都是更新的。那个实习生吗？哎，对。不要做这个。这个要做大方向，小方向不要做。啊，这个这边那个胆经把它做一做，胆经啊，做胆经啊，做脾经啊，啊，不做那里了啊，啊，不做那里了啊。他的左脚是比较没有中风，一开始中风是在右脚。这个左手还会拉鼻胃管，所以平常套起来是套左手，那右手他是不会动的，哎。那本来两只手都僵硬，那现在那个我有请人来做按推拿。
做完了以后就可以自己翻身了呢，哦，还可以走路啊，妈妈哈。如果真的我妈妈可以翻身了，我看这很多人会请你再来做。现在我妈不会翻身。别人翻可以翻啊？别人翻可以翻动。我们要替她翻身，她自己不会翻身。你问什么？我没有听懂。就是啊，别人帮她翻可以翻动。当然，别人帮她翻，当然非得翻动不可啊。为什么你认为别人翻身不能翻动呢？那怎么都不能翻，他只要抓住床边就可以翻。他就是没办法。那是手没有力的关系。他身体不会动。只有一半，只有一半不动。可是他就是不会啊，我。他另外一只脚也是，他这只脚是卷曲的。他没有办法站，一直都没有站过。没有，他曾经有站过，可是后来那个第二次中风就没有站。多久？多久？以前？一年了。哎呀，哎呀！好了，不用怕，没有关系。轻轻的。他这脚的膝盖曾经要去换膝关节，那结果我一直跟他讲说不要换，结果他一定要，那结果我就请我先生带他去台大换，结果偷偷帮他安排好，结果他自己落跑，没关系啊，不动啊，所以后来没换，现在是都是他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不痛啊。不痛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痛啊，哦，没有痛啊，哎呀，不痛啊，哦。那个秀媛，你帮我拿那个，你帮我拿这个，我来安抚他，你帮我拿这个，你进去啊，对。哎呀，快到15分了哈，来，你们照这里。站那边，照哪里？右脚吗？这动的脚。这是松筋。松筋。一般瑜伽要做一年才能达到，一次就可以达到。一次就可以。对，它整个也比较不容易脚筋这样。不容易这样。但是你照这边 Hello， 你照老师，他会这样子，代表什么？对筋被拉紧了。真正我们人要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脚是长这样子，筋就用的比较长嘛。因为那一拉紧，他就这样子。就垂足了。垂足，对对对对。